梅西参加金球奖典礼细节曝光，巴萨巨头加家人陪同， C 罗还去吗？北京时间11月29日，权威媒体 ESPN 透露，巴萨俱乐部已经被告知梅西将赢得2019年度的金球奖，而在12月2日的典礼上，巴萨将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典礼，巴托梅乌会出席这次足坛盛宴，同时在家人的陪伴下，梅西也会前往。目前的悬念是C 罗和范迪克两大巨星是否会前往巴黎为巴萨巨星捧场。据悉，梅西将由他的家人陪同前往，巴萨俱乐部也会有诸多高管参加，包括巴托梅乌，他们将在现场见证梅西捧起又一座金球奖的荣誉。目前还不知道 C 罗和范迪克两大巨星是否参加此次金球奖典礼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， C 罗没有参加去年的金球奖典礼，也没有参加今年的 FIFA 足球盛典，因此如果提前得知无法获奖的话，葡萄牙球星可能不会前往巴黎参加这次法国足球组织的颁奖典礼。